粉丝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尚新月，在《追梦音幕》中饰演岳云秀，《璀璨的珠宝世界》近在咫尺，一起来看看吧。在优酷国际版 APP 观看《珠帘玉幕》，享受多种语言字幕，与我一起愉快追剧。我岳家的十七娘，卓玉举世无双，人称玉观音。为什么一定要嫁人？你娘大了，是要嫁人的，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。可女儿现在能卓玉能在家陪着阿爷，便觉得很好，还有意识相伴。阿爷老了。阿爷不老，对女儿来说，阿爷和卓玉最为重要，其他的不重要。我的手怎么了？疼吗？我看看。你先跟我走。十七娘，十七娘，十七娘，岳云秀。